大家好，我是电影音乐家导演谢尔扎提雅赫夫，很感谢慕尼黑华语电影节和慕尼黑孔子学院对影片音乐家的支持。很遗憾，没能来到现场和观众们见面和交流。希望大家通过这部影片了解这段历史。祝影片展映顺利，也祝慕尼黑华语电影节办得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。